型男为爱没在怕，保有初衷却很难。瑞典的马丁，24岁就结婚，那应该是你女友怀孕才结了吧？没有。那你为什么会想要结婚？我觉得一个婚姻不是要靠钱啊，想要在一起，啊、那就在一起啊。你那时候这样想吗？现在还这样想吗？后悔了，后悔了。谢谢，这就是我们要的答案。今天晚间11点，东森超市1/2强。